Hello， 大家好，最近我去了尖沙咀丽晶酒店港汇餐厅那里食自助晚餐，位置是在港铁尖东站向 J 方向行，跟住行就会见到 K11Museum 入口，然后转右去 Legoland 位置，然后上埋长电梯呢，再转右呢就会去到这个丽晶酒店的啦。而佢自助晚餐收费呢，就是逢星期一至四成人928元，小童558元，星期五至日及公众假期呢，就成人988元，小童就598元，全部是未计加一服务费。如果有 AE Visa 卡仲享有150折优惠。自助晚餐是6点钟开始至到10点钟，大概可以食4个钟。早排呢仲係呢个价钱係食2个钟，仲要话好难 book 到位，而家时间就变返可以食4个钟，咁我又觉得合理啲，睇下啲度啲食物同服务質素係咪真係咁高質。佢係酒店位置最贴近海景嘅部分，景观一定非常好。我係1个月前 book 位，有12人，要求2张台是坐窗口位都 book 到。自助餐摆放食物是靠墙一边的位置，首先就来个冷盘，有意式肠、沙律美肠和西班牙火腿，味道是不错的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沙律。这里还有座芝士塔，有不同款式的芝士，还有羊奶芝士。芝士我试过，味道真的很香滑。跟住到海鲜冻盘，有蝦啦、螺啦、面包蟹、青口、长脚蟹，还有腌三文鱼。吞拿鱼塔塔沙律，隔离就是鱼生寿司区，有拖罗啦、带子、油甘鱼和甜虾，看落得很新鲜，还有其他款式的寿司，还有一碗自助三文鱼子。这边就是西式月盘，有面包啦、蟹肉南瓜汤，这个汤好 creamy， 我极力推介。薯蓉焗批、银鳕鱼、泰式披萨、焗茄子、上汤浸牛脷、黑松露芝士蘑菇意式云吞、泰式羊架、巴东牛肉、芝士焗薯配海鲜、印度杂菜香饭、
到中式熱盤，湯就有野山深煲鹵雞。呢度自助餐嘅主角就係新鮮嘅龍蝦，有埋醬料俾你選擇。呢度啲龍蝦咧係熱上嘅，客人需要嘅時候咧就即場拖一拖水。仲有即場卷嘅扁皮鴨，仲有烤西冷。呢度有齐晒所有酱料俾你选择。烤番茄黑醋好好味，约克郡布丁、猪脚姜，猪脚炆得好烟韧，口感非常丰富。花雕南瓜浸鸭肝。平时食开煎比较香口啲，但呢个煮法味道都唔错。姜葱蒸海斑，条鱼蒸得非常滑身。泰式烧鸡，花胶烩香菇，中式炒海鲜，烩海参配韩式年糕，蚝汁烩鹅掌。这个鹅掌也是极力推介，非常好味啊！避风塘炸豆腐、鲍鱼瑶柱拌时菜，之后到甜品区。这里雪糕是他们酒店自家仔，有港式奶茶、黑芝麻啦、开心果。开心果味我极力推介，是非常好味。还有其他配料给你配上雪糕食。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和蛋糕。柠檬戚风蛋糕，栗子蛋糕，芝士冻饼，白土奶冻，云呢辣椒糖炖蛋，绿茶提拉美酥，特浓朱古力蛋糕，面包布甸，格仔饼，加咗开心果酱嘅葡挞，炖蛋杏仁茶，仲有朱古力曲奇。食物质素，刺身咧系非常肥美同埋新鲜，冻盘都好新鲜，海鲜龙虾咧就不停供应，每攞一边龙虾咧都会有埋另一边嘅龙虾钳嘅肉，口感都好弹牙，龙虾肉口感就普通，比较熟咗啲。面包蟹好多膏，口感好丰富同埋好新鲜。中菜方面呢，黑鲍鱼真的不太好吃，鹅掌炆得非常好吃，海斑蒸得好滑，花胶都不错。那天我是星期四去，差不多七点几到酒店就已经坐满了人。泰式羊架和牛扒，肉都很嫩口，口感都不错。如果你去吃布菲的月份是生日，你可以通知职员，职员会送上一个朱古力慕士蛋糕和一个生日牌给你。至于甜品呢就一般，因为有些蛋糕呢就比较甜。
酒店自家製雪糕就唔錯，尤其是開心果味。飲品每位就包咗一杯，有凍檸茶、凍綠茶、咖啡任你選擇，仲可以 refill。坐正窗口位，風景的確唔錯，仲可以睇埋晚上八點鐘泳彩回香江。環境衛生我俾四粒星，食物同服務咧我都係俾三粒半星。